Some Western countries and people with ulterior motives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tremendous human rights achievements in China's Xinjiang. A senior official from China's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made the statement at the 51st session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. 最大的人权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推动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。在新疆，各民族一律平等，不论人口多少、历史长短、发展水平高低、风俗习惯差异，都具有平等的地位，都共同参与国家事务。 管理地方的事务，行使基层民主的权利。随着社会稳定红利的释放，各族群众正在享受着更高水平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的各项的权利。但是，一些西方国家和个别别有用心的一些人。 无视新疆人权事务取得的显著的成效，将人权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，企图搞乱新疆、分裂中中国。我们希望联合国人权机构秉持客观、公正的立场，坚决地捍卫人类道义和良知。 为新疆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。百问不如一见，希望大家去新疆走走看看，亲身体会一些社会安全稳定、发展秩序向好、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疆。